我来讲，伊若要擦，就是要擦干棉花，就后面一个刀，吼、哦，干棉花就是看里面而已，你要看里面，干那看高面的花啦，看高面的花你就擦的啦。啊，你若要算四面看的吼，你就不要。你要擦一个有钱花。花一个花不完。等一下啦，我要先设计一下。我擦了，我擦了。哇，我怎么弄的？来，妈，这是。先生，你不要拿，好了，我们调整一下。嗯，我插一个红色的在那里。第一也要学。学插一个花，然后依依快睡着了。没有啦，我有送你。钓鱼，钓鱼。今天送你这个是干面花，干面花。这个差别。